现在是这样啊，你也能看见啊，就是公司现在呢就是两种，一种呢就是有的业主他愿意等，他就等着公司打钱，有的愿意解，那我就给你办解就完事了。那我解啊，解行啊，对，解我得跟你说一下，就是这个公司连房租现在都打不出来，他肯定也没有什么违约金嘛。啊，可以，我不要，我违约，我也。那那个住户是你们清还是？对我们清也行，您愿意协调帮忙清也行。我不清，我不清那个，我不清，我对。你要办死就行，办完解约那个手续后啊，有人联系您，让您签一个解约文件，那报就是表明咱俩结束关系了。可以可以。他们要配合，那可能三天就清完；他们要不配合，可能就十天啊这样的。就是主要还是租户看他们配不配合。能告诉他们我已经跟您解约了。啊，对对，公司这面会给您发一个特别详细的解约文件，让您签字。啥时候给我呀？就今天得见单，明天或后天公司有人联系您，见了我们才能联系，能明白吧？要不我们怎么知道你退呀？那你们联系里边那住户啊？对，公司还有底下的人，我们这是总部，只能负责就是给你帮助你去找人见单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房子拿回来。快的话就是快的话也有两三天拿的，慢的话就十天这样。我这样，我今天回去换锁吧，因为你换锁他就特别老实了。